痔狂喜欢回复防弹咖啡真能减重，如何减重不健康？我还是这一题是我自肥，就是我想问的，就现在很流行用防弹咖啡减肥，你知道防弹咖啡就是用那个椰子油啊，然后无盐奶油跟黑咖啡，然后等比混合油就这样喝，然后听说又可以降血糖，又可以精神好，又可以减重，真的有那么神吗？我想试试看。想就知道不可能啊。可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很有效，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害处啊。如果你喝的量不多的话，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喝这个呢，就觉得说我就是有喝我就可以这个一切百无禁忌这样，哎，对对对，便当吃光光哈。那我想你这个防弹咖啡也没多防弹啦。可是你刚刚讲到说油脂比较怕热量，那我如果把那个椰子油跟无盐奶油减掉，我就只喝黑咖啡会不会瘦？只喝黑咖啡是绝对不会瘦的啦。其实喝防弹咖啡也不会瘦，只是因为跟你聊天真的很难聊，很火哎。但是我就是说，今天你喝咖啡，你就比较没有那种饱足感哦。对，所以吃防弹喝防弹咖啡不是因为它里面就是没有热量，不是，是因为它给我们饱足感哦。那你只喝咖啡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功能了。好吧，那我做参考好了，算了，就胖胖的吧。